哎呦，哎呦，陈志德，我把我嘴唇上一处伤口给整裂了。我靠！啊，啥子跟进脏东西了都？不知道咋回事。我觉得应该是我空调该洗了。我倒是头一次白天这种情况，但是我晚上有的时候在那吹着空调，空调应该是那个氯气该清洗。操的哥，这是说越狗头的时候，他骸骨和这个升级了，反正这个打得很不细节。感觉是我空调那网该清洗了。我刚把空调风开大这样，然后这会儿就开始一直搁那清嗓子。然后我有的时候睡觉，我不是开空调就定个表，定一个小时，然后有的时候定一个小时的风，然后再睡，因为我感觉屋里闷闷的话，我睡不着，然后就会咳嗽，就会不知道为啥就会咳嗽，就说睡觉睡一半给自己咳醒这种，感觉早就会清一清那滤网，我也确实很久没清那个滤网。这狗都还挺冷的，太绝症！我操！我初中紧急好学生好吧，我初二的时候就很好，成绩都很好，然后初三的时候拉了，就被初二的班主任恶心到了，感觉初二班主任就被抽傻逼，感觉堂堂就为人师表，怎么能天天就幼稚鬼一样啊？天天跟你玩点小心眼儿，说话就不跟你阴阳怪气的一女的，长得。一米五几一个，跟矮冬瓜似的。就我妈为人特和善一点，她都知道我初二那班主任是个铁傻子，因为我天天我回来，我每一周都是回来说的坏话。然后我们班开家长会的时候，她发现，就她问别的那个别人的家长，人家也说孩子回去天天说这家长坏话。开两三次家长会，他问人家都说孩子回来说那班主任坏话，你说那班主任有多弱智？是嘞，直接拿下，还在那装杯、嗯。他把我们班从入班的时候全年级成绩第一硬教成倒一，你想他有多晦气？因为小时候那有的时候学生就是那个有点意气用事嘛。还经常给他拉班级，哎，我们不给这老师学了，就这种。还回来敲，还回头敲，敲一棍感觉很爽是吧？敲一棍发现，哎，我也没死，哎，那我再敲一棍，哎，我会不会死？头给你敲烂，啊、装呗，喜欢在哥们面前装是吧？他打架他也没数，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我，他就敲一棍看看，敲一棍看看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搁那敲一棍看看，我觉得我敲一棍我也没死啊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当老师人发起怒火的时候，你连跪下的资格都没有。给我训练，我操人马，你为什么给杀完了呀？我一想不对呀，你死，哇，这不我的舞台你别秀了，死呀。哎呦，哎呦，陈志德，哎呦，我在做狗怪，我在摆表情，我把我嘴唇上一处伤口给整裂了，妈的，出大事了，
撕破伤口，撕破伤口，化身为四少了啊。喜欢抓，拿个你的鸟铳，一直过来恶心主播，就一个部位就很奇怪，就这个部位总是会裂，总是会开裂，可能是曾经哪个女孩被主播伤了心之后，他就扎小人咒主播吧，说他亲过的这个位置就经常会裂开，让主播想起我带给他的痛。应该是这样，那这可至于是哪个女孩就很难说，因为主播这边太多，太多。月魂人马好流畅，但人马这个血量已经没有办法和塞拉斯单挑了，但塞拉斯的话这一波跟我家的队友的战斗也并不顺利，而主播赶到了战场，主播将直接拿下塞拉斯的狗头，而不会让塞拉斯反杀我家的瞎子，然后从而完成这波呢。看似主播很尴尬，但实际上是问题不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主播这波可以直接走过来一个推核决战，就在这塞拉斯打，哎，就溜他，溜他 Q 一下 A 一下被恐惧点燃省一下 A， 哎，一个 Q 咬死，这样呢好处是什么？塞拉斯的时间被浪费了，而我这里既然大招已经交掉了，我的时间是可以浪费的，我困了塞拉斯更久，还省了一个点火，让对面的大哥受困于我，我影响了对面大哥的 carry 机会，所以等于我 carry 了这个比赛，你知道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对面还想带队杀出来是吧？兄弟，我绕个大号。你他娘的在干什么呀人马，我以为我们两兄弟想的想法非常的一致，完了兄弟有汗，喜欢玩烧的啊，60的重伤我这根狼牙棒你怕不怕？你看这孩子都累成这逼样了，确实还是小心一下吧，万一他是在装呢。十几秒带招，狗头的 CD 没有快，他在打字喷队友，好一波快，还不如去刷他妈波石头人呢。哦，刚好前狗那瞎子走前面，不是说不给瞎子经济啊，你懂我意思的，我是要全款买巨酒，不是说不给你钱，让他别往心里去，跟他稍微的解释一下，带给他心中一丝对这个世间的善意。这样我们既拿了经济，他的心也没有凉，哎，就很合理。Hello everybody， 看看谁来啦？是啊，这他妈怎么还是不能R完中秒接吸个 Q 呢？这也是跟哪个设置有关吗？我那天R之后接的那吸不 Q 接的就很舒服，这波R完之后摁着吸不 Q 怎么又成一个这种点 Q 了？改天那个训练场你试试，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，可能有的新观众听不懂。就是你 R 的话，你看啊，我 R 就这么大个范围，对吧？但是我能从 R， 就是我空大的话，我人可以位移到这儿。我大招到这儿能判定大岛人，但我人可以位移到这儿。我利用这段距离，我就可以 R 完之后在西部 Q 取消空大后摇，我就可以直接打到这儿的，直接西部 Q 跟到这儿的。
家人们，操的哥，这种除妆说实话还是得液捏得紧一点，血可以掉，因为有咳血，但液要捏得紧一点。我刚搁那看弹幕呢。这个 AOE 打的还是比较舒爽的，呀，人马很快的技。退场。